啊，主持人很紧张吗？让我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。OK OK， 得奖的是 OK 哦、oh ，好，流行音乐节目奖得奖的是音乐大练灯。哇！轻松的访谈，带出深度的主题，运用精准又道地的台语，介绍目前台湾音乐如何运用本土语言，配上西洋流行节奏，形成新形态的新台湾歌谣。所以，我非常的感谢，我是出世伫咧台湾，我爱这片土地，这是我的国家，所以真正我希望大家拢会当珍惜咱这个台湾的价值。我会保持我的服务品质，继续做出更加好的节目，给咱所有的听众朋友。感谢大家，我是大任的邵大伦，音乐大任等，感谢大家。颁奖人吴建衡 ，Yellow 黄轩，自带风雨的男人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建衡，嗨。大家好。我是 Yellow 黄轩 ，AK 东南亚区的强森，台湾是哪三个 City？ 摩根大森在来访的男人运动时间已经很有限，不是因为我想说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广播厅中，所以心情上比较兴奋，比较紧张一点点。不过在座应该有很多音乐节目你也都上过啦。是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优秀的音乐节目，才能让好的音乐跟好的音乐人能够被看见，所以谢谢你们大家啊。但讲到这个，我也要谢谢音乐界。你看，今天流行音乐节目最需要的就是有好的音乐作品。然后呢，因为有你们的音乐作品丰富了我们节目的内容，所以我也要谢谢你们。共生共荣啊、yeah ，共生共荣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颁发流行音乐节目奖。好，主持人很紧张吗？让我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。OK OK， 得奖的是。OK 哦、oh ，好，流行音乐节目奖得奖的是音乐大练灯。哇！轻松的访谈，带出深度的主题，运用精准又道地的台语，介绍目前台湾音乐如何运用本土语言，配上西洋流行节奏，形成新形态的新台湾歌谣。90秒开始，真的是今天怎么这样子？哎呀，真的是心情七上八下的啊！真正非常的感恩我这个品性，给我再找机会，会当用音乐大练灯的节目来站在这个舞台顶。感谢文化部，感谢咱报导联播网赖静涵总经理、周炳国台长，嘛爱感谢我的太太陈拉拉，伊做节目一直拢比我更加严格、更加认真。这个奖真正要献给我的太太啊！然后我这几年吼，我是一个用台语来推撒这个流行音乐的人。我一到今年都还好15年，我常咧问我家己一个问题，讲家己到底知影什么叫做流行无？咱徛踮这个台湾，会当自由的创作、自由的讲话、自由来主持咱的节目。无论讲是母语的文化，即讲流行音乐，伊背后拢有一个存在的价值，就是咱台湾的价值。这是咱台湾的价值，咱会当自由来做咱想要做的代志。所以，我非常的感谢，我是出世伫咧台湾，我爱这片土地，这是我的国家，所以真正我希望大家拢会当珍惜咱这个台湾的价值。我会保持我的服务品质，继续做出更加好的节目，给咱所有的听众朋友。感谢大家，我是大任的邵大伦，音乐大任等，感谢大家。